这是我的心肝仔，心肝仔，妈妈回来啊！你怎么来？你这兄弟姊妹到底是伫什么所在？妈妈就想你。找你倒来，哪拢无倒来？我在咧处理一挂精品的代志，我有一挂资料藏伫早倒的所在，所以我走倒去摕。啊，时间上晚，我就住伫遐。李敏啊，精品的代志哦，以后到我来处理啦。你一个查某囡仔，伫外口过暗，实在就危险的。袂啦，我。明明啊，你若发生什么意外，我也就不干了。林哥，何你烦恼啊？明明，这几天若是无代志，你就踮着影像，莫四处爬爬走好无？啊？找一挂细汉的迄群总统秘密，会记哩？爱找一挂反应紧、脚手好的人，知无？当然知影，大小姐。啊，不过，啊，不过什么？这代志，阮大刚知影。若要找一挂细汉哦，我是甲阮大叔讲一声。敢讲我这乌脚上，连指挥过的细汉也无印象？这是啥物笑话笑嘞？乌脚上。你的手下太过忠心啦，敢若听你的，拢袂听我的。啊，你到底为着什么代志，奈想要甲我杜尚借啦？我杜尚最近红色的，互你正常掠走，当面定是强无。我甲红生想要跟踪董敏敏，看伊去找到最阴谋。董敏敏是强无的，我来讲起来，你正常甲英雄，因都已经拢夹做位啊。我杜尚，你要答应无啦？好啦好啦，我吊你啦！甲要替我兄弟啊，替我的查囝斗三工，我跟你丢丢啥？嗯？阿里阿斗，我杜尚。我来顺手甲伊看卖，看伊是到底要出什么怪招。慧珍已经一两天无食物件。我是来个看卖好啊。你敢有伫
爷。下礼拜。明明。什么代志啊？吃宵夜。来。不过我未枵呢。安怎？有代志要出去是无？无啊。无就到顶来吃宵夜，来啦。来，坐。这真好食诶，吃饭嘛。看起来今日也毋是无法度出去啊。过阵年，即马就算讲你得要枵死，我嘛无法度啊。哇，不多只枵诶，敢讲我会枵死伫这所在？明明把我抓来吃，一定有伊目的。不用，我不用放弃求生的意志。我未知影明明的目的之前，我绝对不用死。淑珍，可叔公，我是因为要死，才去见淑珍，一定会笑。淑珍，我今晚就忝的，我已经枵到无气力了。不用的，我不用放弃。我若放弃，不然就实现我跟淑珍的约束。我会活下去，我一定会活下去。我拼命活下去，只要我不死，一定撩破唐明明的阴标。死的消息。自从迄天，我甲李正昌伫会议室，设计甲郭俊英讲分去了后，我就一直坚持要甲郭俊英除掉。啊，不过现在迄个李正昌，伊硬要甲郭俊英带走。李正昌先啊，无要抬郭俊英。这嘛是我一直真困扰的问题。这几天我嘛一直甲李正昌有咧联络，想要问伊先啊，无要抬郭俊英。想袂到我联络几啊摆，伊拢在无闲，所以无法度伫电话当中讲个清楚。林敏啊，当初我就无赞成你甲李正昌联手啊。那你即摆看，李正昌留过俊英活命，唔知有啥物企图心，凡是伊要利用过俊英来对付咱英雄，那安尼落去到底，结果对咱英雄不利了。李勇，谁打电话李正昌？甲问看卖咧，啥个人掠去啊？还阁无要害死？是。等者。我叫李勇打李正昌，你敢有意见呢？我无意见。啊，不过李勇若是向阳打李正昌，我惊李正昌会怀疑咱甲伊合作关系。到时阵若去抓着李正昌，等到以小失大，对咱影响不利啊！影响一向是我咧甲李正昌计较，我看这件代志也是由我出面较妥当。好，这件代志继续互你处理。是。是吗？佮加上红霞佮幼秀的代志，常常互伊操烦。我看应承真歹会互过去气势。李敏啊，
爸爸提出这款的怀疑哦，那是因为哦，伊顾虑较侪，想较远啦，甲这气势无啥物关系啦。这大代志本来就是爱胆大心细，燕婉家己也肯给第一，才将这燕婉的霸主。像当初对安尼，一直加甲李正昌合作，会对应贤不利。伊安尼白卡白手的做法，应贤永远无法度做大。明明啊，应贤才东山再起无外久啦，一切应该修身谨慎，一步一脚印慢慢来。所以我认为八百保守的作风是正确的。而且哦，即届你的做法，连我嘛会怀疑，莫讲是八百。原来连你嘛不相信我。我哈不是这个意思啦，那你嘛知影啦，在应贤内底，上届相信你的人就是我啦。啊，不过无了解情形的人，难免会误会嘛。尤其是即届哦，这李正昌无抬得过俊英，实在乎人想无啦。唔知影李正昌心肝内到底在暗算啥？连丁哥嘛对我起疑心。看起来，我要赶紧进行我的计程啊！那咧，我即马就打电话给李正昌，约伊出来，当面问伊是安那无爱抬过尊严，到底有啥物企图？李总诶，我是董敏敏。啥物代志？我想要问你关系过尊严的代志，唔知你敢有闲会当出来见面？会用诶。那呢，咱等下就伫嘉宾厅见面。艾米啊，你莫当面咧行来行去啦。起来，道长对我调音。哦，道长，最近这摆下落不平，你阁有心情伫遐咧泡茶？哼，看恁这少年了，拢欠磨练啦，拄着代志也袂定静。刚当面行行去，代志就当解决上。阿伯生，董敏敏的行踪有影较歹查，所以麻烦你加费心思。我知影，董敏敏这查某囡仔真敢巧，连鬼派人拄着我也不啦。就算讲有千年道行的老狐狸啊，嘛不当夺过我的掌中心。阿道长。你若是真的这么有把握，为什么到即摆拢无董敏敏的消息？等你来啊！喂，啥？有看到董敏敏啊？真的？阿道长，是不是找到董敏敏啊？伊即摆人伫倒位？你可以甲阮讲啊？我会使听出什么线索无？哎，小班，阿明，你若是入去偷听，有可能会去用怪伊。阿无可以安尼，一定去破坏伊讲话，想办法让董敏敏离开这。董敏敏若是离开这，我就有机会继续去追。嗯，我知影要安怎做。一生情留予你。想要拜托你，有啥物代志，我会用来恁斗相共无？你来要创啥？来恁嘉宾啊！拄好看到正昌甲你，所以我就想说你来甲恁斗阵，对吗？Amy啊，那你一个人来啊？是啊，最近失踪。
一个人心情无好，所以就出来我袂势。叫咱正常，我来想想哦，我刚才错过你啊，すみません。大丈夫。心情无好，上好是去削皮，无应该浪费时间来这啉咖啡。其实哦，这间店上好的哦，就是伊的料理。拄仔好，准备拜倒腰，想要食一顿好的。啊，无安尼啦，这顿哦，我请，咱斗阵食。这水果煮食看起来袂歹呢，啊，不过这牛排哦，看起来足好食。啊，不过准备阁想要食海产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我规日拢叫，你应该食会落啦吼。这个 Amy 一定是跟红虾串通好，要来试探我。那安尼，我得看你要变什么棒。Amy 啊，阿伯啦，阿伯，我请你食更加好的。啊，不过我准备要倒就枵的呢。那安尼，你会当去坐饭桌，一个人慢慢吃。我无介意一个人吃饭的感觉。我要倒袂枵，我看这顿饭也是恁两个慢慢吃好。都是呢。是不是我叫的菜无合你的意啊？还是讲你无想要吃西餐，想要吃日本料理？还是你已经吃散啦，都要减肥哦？我无胃口啊！哎，今日走来破坏我好事。你搞会记？我一世人拢会甲你会记的，因为你是伤我的心、伤深的人。准备吧。朱英是台湾德信，你不要来对待伊，不要来折磨伊。这是我甲伊的代志，我要安怎对待伊，安怎折磨伊，甲你无关系。你真正是一个无情无义、无目屎人。俊英这阵无你绑条呀，你要硬倒个阿哩。不管伊即摆是啥物情形，你若更加向前一步，我就甲伊刣死。林文美，莫叫我林文美，我唔是姓林，我无认做群众，我叫做董明美。你，我讲话你是无听着是无？好。会惊吼？红霞。人讲三年一轮好歹照人，风水轮流转。你一个当道的杀手，也爱有听我董敏敏命令的一天。敏敏，你是安怎变咖哩啊？今仔日是你家己送上门来，我若无好好款待你，敢不是辜负着你的心意？好，你若是愿意放俊英走，我今仔日又在你款待。你即马是咧跟我讲条件，你是毋是头壳歹去啊？你若咧报仇来对我来。你莫伤害着俊英哦。好啊，那安尼是毋是我讲啥物，你着做啥物？无唔对，你若是放俊英走，我拢听你的。大杀手，你可能是听唔对去。我毋是讲你啥物拢听我的，我着会放伊煞。这游戏规则应该是由我来定，毋是由你做主。你即马听我的命令，我若是满意，
咱再过来想后壁的条件。你莫想过分咯。你不好嘛是会用的，那呢郭俊英恐惊真歹，我爱离开这。俊英若是有啥物三长两短，另外面少想要离开这。好啊，那呢你就连我做伙代事，和我甲郭俊英做伙死，安尼纠缠地下，我嘛有一个伴。即阵，阿以俊英的性命为重，阿赶紧想办法，让俊英赶紧离开这。你考虑了安怎？敢要接受我的游戏规则？好，你爱我安怎做？我爱你，把我跪了。你是不是会当放俊英走？等，你敢搁会记得你把我压在那个死人相片面头前砍几粒头？好，我甲你砍头。免着急，我袂叫你生气皮的。袂生气皮就紧过来生，莫加讲遐尔济话。我是真想要过去拍你，啊，不过我即马无方便。啊，无你到底想要安怎？啊，若无你家己动手啊。我叫你看大奶是无听着是无？红星，谭明明，你唔通伤害红星，要杀，你著杀我。好啊，那安尼我就成全你。明明，你叫我做我拢做甲到啊！你现在不叫我做命？奇怪，我拄好敢有答应你什么？一生情留予你。在那里敲门也不敢呢，一定真伤心的。我相信，你嘛无希望比人伊伤心。你听着在讲啥吼？是甲你放我走，不是我甲你拜托的，敢放开啊？
董敏敏，我毋捌看过亲像你心肝这么凶的人，连俊英这么好的人，你拢敢安尼伤害伊？那是因为你无了解我董敏敏的做法。只要敢欺负我的人，不管是好人啊歹人，我拢会加倍讨的。敏敏，你紧走。啊，不过我希望你，唔通我必令阿姨伤心。俊英不忍心让美玲阿姨伤心，所以放你走。啊，不过我警告你，想法较检点一下。你若做歹代志，被我发现，我绝对袂放你线。妹妹，你唔紧走。我警告你，你唔免伫遐想嚣掰。我董敏敏袂当得着，别人嘛免想要得着。尊英，你醒啊！尊英，你睡袂足久诶，我就烦恼你一直睡袂落去。歹势啊，我咧担心。阿兄，即摆好佳在有你，若无我这条命恐惊。尊英，你这样照顾我妈妈，在我妈妈心目中，你早就是阮人家的囡仔。所以我早就把你当作是亲兄弟在看待啊！你这边有危险，我当然要救你啊！啊，不过你为了救我，去让唐明明糟蹋、侮辱，我实在袂当过。啊，先别讲这多啦，我害侮辱这无算啥，上个重要是你能平安无代志。我唔知要怎甲你说多谢。尊英，今日代志若是发生在阮身上，我相信你嘛会安怎做。对啦，我人拍完去，因就对你安怎无？无啦，我试验了后，敢若看到你中枪尔。啊，不过伊不但无对我安怎，而且还放我走。唔知影这款做法到底有啥物目的？阿咪，先别讲遮多，我尊严好好休困。啊，若其他的代志，另讲再讲。我保证有一天，我董敏敏一定会加倍还你。敏敏，你是安怎？啊，你阿妹呐，哪会受伤嘞？我啊，我昨日帮紧看药啊，真系无赶紧处理，以后留了伤痕，就歹看。我得专心该处理伤口，才会。多谢你的关心。行，你有想要替我买药啊？受伤了，我去找李建昌。
问伊先啊，伊就把甲郭振英丢掉。现在伊不但无要甲伊丢掉，佮放伊走。啥？是李进雄放郭振英走？是啊，我真生气，伊佮伊起冲突，想袂到悠悠老老的时阵，伊竟然甲我破烂拢扭落去啊！所以，我暗讲才会受伤。这李进雄啊，实在有够超过啦！无代步就放郭振英走。我敢欺负我好天哥的查某，总有一天哦，我一定要让伊好看啦！英雄啊，明明是我的查某啦，伊阿哥受伤哦，唔免你加步啦，你来走。英雄啊，你搁徛伫遐创啥啦？俺赶紧出去！伤委屈啦，你的伤敢会疼？我不要紧啊。哪有可能不要紧啊？这查甫人的红军啊，是受罪的部分啊。你敢知影？我看你红军的伤，我还唔甘的。妹妹，我好天哥在家救助，我绝对。未好的查某受到任何的伤害，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保护你的安全。这面头哦，都爱安尼死啦！啊，这白色外貌。美玲啊，哈，啥代志？来警察。这吼有一个报纸，讲咧报道讲有一个心怀绝症的老医生，啊，当即嘛咧看报纸。啊，虽然是医生，嘛是会破病啊，啊，有啥稀奇？就搁看报纸。是啦，啊，伊就讲吼，20年前啦，啊，有一场车祸啦，啊，有一个囡仔吼送去诊所咧医治啦，啊，送到的时阵啊。讲已经无生命的现象啊，啊，伊就要去报这个死亡证书。啊，等伊报煞了，讲这个囡仔活起来。哇，那遐尼神啊！啊，落死也搁活起来，这报纸来看卖啊。哎，这还搁讲吼，伊甲这个囡仔医好了后啊，哎，有一个好朋友啊，就无惊事啊，伊就甲这个囡仔，行送给这个因好朋友，哎，家己哦，得一笔钱啊。这老医生嘛，你足奇怪。啊！甲迄囡仔共医好，唔来嫌人爸母，佫共袂掉，哪安尼啊？啊，所以啊，伊即马吼，经过遮侪年啊，啊，这个老医生无想讲吼，要佫受到良心的苛责，今即马人要死啊，要找这个囡仔亲生爸母，要向伊忏悔，唔才咧看报纸。超，20年，要找囡仔亲生爸母。这多好啊！大大呀，这间吼你都有名有姓，如果讲，正常，我做客来，可是来就是咱的大汉家门客，你一定要保庇我，你一定要指引我，让我赶紧找到伊。正常。妈，啊，没问题啦，报纸就算了，咱把老医生找出来就好啊。对。董小姐，真罕见啊！阿来找我有甚物代志？是关系郭振英的代志。郭振英被救走的代志，我已经知影。这件代志是我的疏忽，我要甲你分析的。这个董敏敏，今麦有弱点在我的手头，我来我好好甲利用一下。就算讲这件代志我无对劲，你对校园官要安怎交代？
你欺骗侯永权，讲我无爱抬过尊严，敢软禁起来，这件代志我嘛已经知影。我知这件代志一定瞒不过你，所以我有一件代志想要拜托你。你是要叫我替你保守秘密，莫让侯永权知影？我真无简单，这个过尊严抓起来，你叫我交予你处理，最后呢，也是伊要选你。若不是安尼，这个冤是我早就已经报了。你当作这件代志，我会这么简单原谅你是？燕哥，燕哥，什么？你若是替我做另外一件代志，将功赎罪，我就答应替你报仇。什么代志？日光岛？无唔对，就是日光岛。我是要把日光岛的土地买起来，也毋过这中间有一寡问题。是毋是有一部分的土地已经去后壁买？老实讲，我就是咧烦恼这件代志。因为阿母啦，绝对无可能把土地卖我。那安尼，你是不是要拜托我替你想办法，说服阿母啦把土地卖给你？一点就通，董敏敏，你确实厉害。啊，不过我认为，把日光岛的土地卖起来，不是一件聪明的办法。为什么？因为日光岛的交通中心已经被郭俊英的经商中心拆掉了。就算讲你把赌场起好，赌客无法度出入，同款无路用。谁跟你讲我要起赌场啊？你无要起赌场，那恁你要土地要创啥？你所想的，是要起一个参照拉斯维加斯的赌场，也毋过我所想的，是要起一间参照环球影城影城。过阵你的经商中心会得到理事会支持，那是因为赌场的形象本来就无好啊。我对日本把资金退出来，要起的是大片，这么大规模的片，会带动台湾的电影工业。所以郭俊英的经商中心，若硬要当咧出口，就算讲理事会无反对，我相信政府卖出来干预。安尼你有了解吗？我了解。若真正是安尼，郭俊英就无法度走动。啊，不过我真正想袂到，李总经理会有遮尔大的理想。若是台湾有遮尔大的片手，一定会当拍出一流的电影。安尼讲起来，你是同意要跟我斗相共？一生煎熬乎你。想袂到李总经理会有遮尔大的理想，若是台湾有遮尔大的片手，一定会当拍出一流的电影。安尼讲起来，你是同意要跟我斗相共咯？我安尼替我保守秘密，照你，我嘛是爱跟你斗相共。啊，不过你爱我说服阿伯来的代志，若是传到影城，我嘛是会真凄惨。你放心，我叫你做这件代志。并无叫你温满影响，颠倒是代志若成功了，我有一份大礼要当作答谢。什么大礼？进前山鸟来挖客我时阵，把大潭山庄这个地盘交予我，这地盘本来就恁应承的呀。所以代志若成功了，我会双手把这个地盘送予应承。安尼安怎？这确实是一份大礼。大潭山庄这块土地油水未少，对永成来讲真有帮助。我想我应该会当去说服丁哥，叫伊替你去甲阿伯拉看守。真好。李正昌，即摆我有弱点在你的手头，暂时就予你得意一下，我一定会找机会改变局势。
金哥，你敢有想要替应承建立公路？我当然想啊。目前有一个真好的机会，会当让你替应承建立公路。是啥物机会？李正昌想要为叶伯来遐买一公道土地。说李正昌是起笑是无？过阵因摕伫公道去经营中心，就算讲伊把阿伯来土地全部买落来，伊嘛无可能哦去赌场嘛。啊，不过伊并无想要去赌场啊。伊无要去赌场，刚讲伊要做伫公道的赌主啊。伊要伫伫公道去影城。啥？伊要伫伫公道去影城？李正昌引进日本的资金，伊但伊若伫伫公道去影城，过阵伊阁甲出入口踢掉的，到时阵一定会引起国际议论，政府嘛一定会出面来干涉。李正昌阁足厉害哦，会晓出这招，唔那是合法，阁会造成国际事件，阁会当让家己赚足侪钱，真正是一箭二雕。李正昌是一个干巧的传播人，伊讲要去亚城，我看私底下一定是要进行什么非法的代志。哎，那明明，啊你讲几百波，你拄则讲我有机会替应承建立功劳，这跟李正昌要伫公道的土地有啥物关系啊？这机会是李正昌给你。安怎讲？伊爱咱做伊甲阿伯来介绍人，代志若成功，伊就要甲大潭山庄迄块土地分予咱作为谢礼。唔免啦，咱唔免查这件代志啦。咱第二公道我都去赌场，这个李正昌慢慢销售第二公道去亚城啦。林哥，你莫遐尼死脑筋好无？李正昌的势力即马比咱影城强几啊倍，而且伊阁有日本黑道的背景。以咱即摆实力，干来当甲伊联手，袂当甲伊对立。好，明明，就算讲咱答应替阿布拉甲李正昌牵线，万一这条线牵袂好势，会予咱影城哦引起哦更加大的威胁啦。天哥，你袂记啊？以我的智慧甲胆识，我一定有办法，予阿布拉卖出二公道的土地。明明啊，我就是烦恼你的安危。所以唔只买乎你无这个险。我讲过，我要辅助你做应承的王，介绍人只是一个过程，我一定要改变董事长对你的看法。田哥，你想看卖，应承当在恢复当中，大潭山庄这块土地油水阁这么多，假使讲这件代志若成功，对咱应承有真大的帮助，而且咱只是做介绍人。风险低，利润高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来。怎样？真歹势，我甲你先通知落来了了。哎，袂啦，你来看我，我真欢喜啊。感谢谢，那呢，在你的身体还没恢复之前，我都会常常来看你，陪你开讲。会用哦，随时欢迎。你是在看淑珍的相片哦？啊，讲实在，我有抓准讲这摆，我差一点仔就要去天堂来见面啊。那会嘞，有淑珍在天堂保护你。你一定袂有代志的。你在笑啥物？我是在笑。假使讲，我若真是因为夭死，到天堂来见面，一定会笑。为什么你讲这句话表情看起来遐尼欢喜？敢有？有可能是即摆我枵到头晕目暗的时阵。心肝内底有一点仔希望，会当甲伊见面。你既然思念伊，思念到连家己死也无要紧，敢讲你安尼想的时阵，你拢无想着我，想着咱。迄是当时的想法啦，啊，不过后来，我想着我甲淑珍的约束还袂完成。我就拼命爱活落去，因为我
我要回去正义基金会，继续打击犯罪，维护正义。艾米，你先坐。我看你是今日夭死，唔知要变命活来。你哪里讲话啦？好啦，我甲你闹啊，你好爱好困，我要先回去啊。想问啊？平常顶咧休困，哪会当讲是交了？来啦，遮坐啦。这心内若是有问题，若郁掉的啊，是无多解决代志。啊，若这个时阵，咱来换另外一种想法。什么想法？甲问题等予别人去想，等予别人。比如讲啊，你有问题唔敢甲恁爸爸讲，行去号码，也是讲甲俊英讲，伊又搁听唔捌。啊，那这个时阵啊，乐天姐啊就真好用，我下斗相共。感谢谢乐天姐啊。爱如情。如大